有一点灵性，回到回来，咱现在这个心气都是流动，咱有这么稳固的心气，是咱转入通灵，老母的灵性，赐咱一点清神啊，灵魂归回来，这是天缘。咱爱是顺着母心，这点是小通的天意，流入灵魂本心。天理是灵发性，转入是天元心。有咱一点清净的本性，咱兑现啊，则是顺啊，拢是现光。咱转入清净的本意，心光啊，是咱的原形啊。都着这条灵气，以咱这个心啊，清净都等来咱的本性啊，是咱主观体。的灵魂无形上啊，这条清净啊，导咱恢复天意，金宝娘娘显露原形啊，这是注定的天性，心啊恢复咱的本领啊，一点清净。的天理，心降顺落来的圣意啊，这是取着先天的灵源，无啊回转来咱的心情，你有正觉一条灵气，咱回到这么顺的心性啊，是以天元的本领流露。咱原天的真意啊，这是咱清净家己，咱爱是倒转来原净啊，这个本源本性定在遮，是以正法的天灵，无让我来到先天境啊，有咱恢复天命。咱爱归元的情啊，一点顺母的灵气，咱只有行向这么稳的心，是主宰这个天性，是咱来通天清净，顺着原来天理，咱只有显灵。落界心啊，这是清净的天性，落地稳定咱的本性，看伫这么稳的天啊，是以原来的灵气，咱显明啊见无心，有这么顺的灵性。我再来讲出家，咱的心意啊，这是回到咱今嘛这个气场，伊会通合一。咱甲老母是相共，这个表意，现咱上天顺天性，见咱原形无牛性，是咱将这条天灵。是老母来讲的情，对着原来的灵气，只有集团咱个人的心性啊，这是取着先天，落得这么稳的灵性，先开啊，这是咱的本心话哩，咱有这条灵气。是咱在世活用，
永远这粒活种子，就是咱母娘这个原性，顺着先天的真理，倒转发界心情，取咱顺家的心意，大宝正法实行，这是清净的天理。每一日，咱来讲到原形顺流啊，是咱清楚这点性，要来学到清体本性。母娘啊，行我的稳定，我走这点去同行，日伫这条天理，咱来看到先天的本性。我走这么稳固的天命，这是清楚的灵气，咱来出元天的心，走向咱见母这条性，拢是恢复天意，清咱在世间的心病，是通天这点灵气，无关无计，无左无右，无善无恶，大家拢是归于原来迄、那个无形相、无形心，是以这点灵气。我要来讲定条条现主是本性，归咱老母这个清净，拢是顺着这条灵气。因咱个人的脑神经顺家的心，这个真理，这个道理，是咱的心意，这个意义，要来讲到通灵这个气氛，这是旧意。咱爱是精入来这条灵性，顺家咱的天性，这是咱甲母啊相通。不可见，不可说，咱的直觉是传咱青天这点气，因咱是后天，咱是有这个肉体，所以讲爱用母娘和咱的宽裕，和咱的方便，这种法门，这种语气的话，有咱声音的话，有无声音。写伊的话，拢是要来表露咱在世上要归到这个话的源头。咱还未讲话以前是暗的，是知影的，迄是暗盘，敢若你家己知影尔。但是你表露出来，就变光盘，变伫心外。变改现开，变予伊会当春张啊！这就是表达，这就是咱今啊，你讲母牛咧改法门，就是方便法，是咱方便法，就是占用的，就是有形体，你会当做入的。现主是的各形各色，各样各款。这是代表咱的俗，咱连主持咧拜的这个局面局情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，世间咧行的拢是游戏，这个规则呢？先天定的，甲咱今嘛后天有当时啊，搁修正，咱所有定的这个规矩，这个生活，这个立法。这就是咱通灵的天性，咱要达到永远迄个果意，是咱古早古早上先天迄个意思。这则是单纯的修咱这粒心，咱永远定条条，改家己的，咱现主持你讲的性格，杀道阴谋，就是业界。
拢袂当超过。这就是咱灵性啊，必须爱改，必须爱改掉的，袂当翻过，是一条青天的灵气。咱对着个人的身躯的话的意思的心，这是咱的三业，咱甲分作十业。身躯有三业，杀盗淫；咱的心有贪嗔痴三业；咱的嘴有恶口两舌、妄语起意，加起来都十业。善的就是十善，恶的超过，无好的就是十恶。是咱以这点青天的真相，咱来对着无形伊的清体，这就是要咱顺这点性，行到倒来咱的原形，你必须要戒住，卖超过，卖犯。咱有讲故意的犯，还是你初犯，唔知影的犯，这就是咱要修持咱的天性，甲缘回学者，咱的先人不离过，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性，今日改就是外国再犯，头一次咱都唔知影。犯可以赦，可以减轻，但是你第二次来搁重犯，这就表示你故意啊，罪加重。这就是咱通灵一点原形，要来顺加先天的心，是原天有路径。老母来讲神的本性，你有正法的天意。我再来归到等来无形的心理啊，拢是天官，咱拢是上天，咱原性所分落来，咱叫做分子。有诶讲核子、原子、分子、大强壳，搁较细，是为大诶一直分细，敢亲像咱烧烟诶。大地切，啊，再来念，你念一念，啊，这个中，你念过这个切，啊，再来搁烧一条较细念圆圆，是用安尼来讲，咱拢是这个大地出，咱叫做母体，咱叫做天体，咱叫做本体，拢是对这生，所以讲咱是共个体，但是生出来，这个。灵也是同款，是受着后天咱的习气，所以讲你这个灵的本性，对咱无贪念的，对咱上好的、上清净的，啊，你这个灵，说这个心嘛，则受着世俗事有无？甲念了，你心则走去，啊，咱灵则叫砍的，原来先天的素质有无？则受着影响。今咱知影爱修行倒转来，恢复原状诶，啊，这则是事实啦。咱诶心灵再当朝朝拢共款啦，迄粒好种子，好好类似啦。这则是咱讲通天诶本性，这是无邪啊。哦，当然无邪就是代表老爸啊。是咱原来迄粒种子，是咱的体系，所以讲我要讲的是这点灵气关系，咱的本性，归咱服装，服装就是咱的庄园，就是咱这个金刚体，这是咱传法一点理，要进入到咱即嘛佛教道等的合一这个逻辑。咱人只有讲近道，所以讲道，伊是咧转咧转的，
伊是自然生化呀，自然变化呀，自然来教化呀。这就是要点，咱个人这个灵性，一点通天呐、啊、的指令，是咱教母娘的为指令，就是交代呀，所派呀。母娘即马牵派，伊周边在神。在灵师、老师哦，来甲咱这个凡世间咧调教咱每一个心态啊，要恢复到咱的心的健康、正常啊、活力啊、修身啊，都当来本体啊、本样，是咱这条灵气，要来讲叫顺家显世神啊。所以讲有真济，咱即卖咧讲个切甲经，你个拍开啊，就讲诸仙呐、啊，哦，你都爱去做，诸恶啊不可做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讲你做仙得仙，做恶得恶。因为即卖所有即世人个结果，是后世人个轮回报啊，即报应。是咱慢慢体会，这世人咱就不爱过轮回啊！要轮回，咱嘛爱做神啊！来自诸天遮大嘞，阿莫着派来咱这地球村，红格里顶遮菜条条，入伫这个身上，伫遮担当，咱爱世俗，爱照天公所派。这个职务，这个职事，来伫遮担任嘛。啊，坐伫遮，你着阁会当阁修持啊。若真正要修的人，亲像我安尼，啊，甲开台圣王有无？着会当共同来开发，咱更加理想，更加清楚，这个天公伟大精神啊。啊，这就是大公无私的工作，是用安尼来讲啊，咱人啊，则无偏心，则无歪心，则无邪魔心，是咱不爱有迄款骄傲、疯狂的变态的，修持有诶变安尼啊，这就是咱讲的天性，转咱顺家显世神。边啊明白一个白，有诶南部讲叫做白目啊，白开，叫做不属相啦。你未认诶，虾米物件是好歹啦？当然，咱要拜是爱拜白衣大师嘛，伊明理嘛，伊会当导咱现主持这个心做神嘛。所以讲，白开甲白目是无好的，是较无优秀的。白衣大师当然咯，是顶顶品咯。三元当然的是上元天官咯，是咱这点灵气。要来讲，伫世间这个位移内底，咱来参，哦，这是参考，照着。咱现主持的提醒，咱才参与进来啊！这个好歹，啊，这就是咱们选择的啊。每一个人要抉择，哦，你真正要认真去选的，咱个人的心，敢像咧选举咧，有无？你要看这个人对社会服务性是优秀，还是卑劣？是咱一点灵气。咱人莫互动物甲安尼戆刷刷啦，动拢是为着伊个利嘛，要做王啊。但是咱要选这个好人，所以讲选贤，或这个有能力个人，贤就是讲有读册，伊判断能力个，伊做工课真认真真拍拼，这就是咱要杀起来，要做头。来领导啊，
来做着咱现主席的头人，就是总统国王，来领导咱现主席较会用的这，较会背的，哦，咱即马讲这百姓啊，安尼咱为着啥？为着平安好过日，为着家顺国强，得到青天的真理。咱爱行向顺母这条心，啊！你若当有伊个高病，以当为大，惊别人甲抢饭碗，是咱来对抗对抗。你有在调的，都在压，甚至搁在压。安怎讲？惊这个做主的，这个在调的无，伊做了唔对。换了无好气，卖亲像纣王、周文王甲伐纣啊，是咱一点灵气显露清净。这个天，拢是本源本性来讲着通天，咱清净，这是咱儒家一灵气，转伫咱现世一心理。上天的灵性，转咱显露安静，顺着一点灵源啊！这是咱清楚的天，咱有遮尔啊稳的心啊！是咱顺着一点灵气，显露清体的心，灵源有咱见妙。啊，这就是咱的祖庙，祖庙会当教咱现主是这条魂为主，世间你会当评判好坏这条路，修行你真正的心也内定，这才是咱的主张。你有内底主张，才发声啊，才将着这个信号发射伫咱这个身躯来行动。这是两相添，两相全啊！内外拢和合，一体一心。今日甲母娘和合，就是要代表咱的一体啊！鼓励咱即马生出来，即个万就是作一体，要归咱老母这个体啊！啊，老母就是寿命啊！我一生出来，即个囝儿是谁？搁伫外口。默默受啊！哦，伫外口爱被叫母啊！这就是咱咧讲的痛苦与快乐，是顺着这条灵性，是咱来讲着天理。咱这个肉体会生到会老会亡嘛，但是咱的精神，就是你即马这个魂，这个本性不死嘛。死去的人，你也拢会去眠梦着嘛？哦，啊，咱即马买当眠梦天顶的物件嘛，啊，买当看地府的物件嘛。这就是咱即马讲灵啊，伊是不死，伊是永远的。所以讲，咱灵歹搁轮回啊，咱上无爱倒等个天做神，有五百年。唔免生死，唔免轮回，哦，重用心呐、啊。就讲你无这身躯，你这个角甲灵啊，哦，咱角性甲灵性有无？咱会当倒转个天顶，搁再修，搁再听经，听彼个佛祖，哦，安尼咱伊伫倒数天咧讲经嘛，咱搁伫遐听，啊，伫遐来讲，做讲师，慢慢提升着你即马这个素质。这就是咱原来天理嘛，素质就是素白啊。你一心一意要向上界观的这个素质来就位啊，来就下。这是咱讲的天理，来行现世界事，无形也本源灵，就将咱恢复心，上苍一天意。慢慢走向
咱家己这个心会主导，咱爱知影嘛？你才会当做到这个道啊，自然的天性啊。这就是咱爱了解个特点啊。啊，平常时啊，你的经验考验爱充足啊，是咱一点灵气。咱人在世间爱富足嘛，富足不是讲有钱啊，吼、哦，不是讲你有厝哦，有动产不动产，真济安尼叫做富足，是你爱去布施，是你爱愿去做，牛爱愿拖，马爱愿走，鸡啊，你爱愿啼，狗你爱愿吠啊。这是天所设的，先天的物件，什么人都无法度甲改变。所以讲，咱要讲富足，就是你有好过日啊，钱有涨啊，啊，你爱去布施，吼、哦，你爱乞丐，逐天和母牛来甲咱看家，先天这个素质啊，归素白，素白就是这个道理啊，虽然清淡无味。但是你要照母牛这种款身啊，哦，做身的都无意义啊。但是你即卖要甲亲像这个身哦，无意义哦，无所谓，无动心哦，迄、那个愿意一下，这才是咱真正成就嘛。啊，有诶下会唔甘嘛，啊，有诶下要搁求嘛，我下一箍哦，要求三箍倒转来嘛，不可求。不可自心就是伫遮，所以讲人啊，你伫遮听讲，哎呦，我时间都拢浪费去啊！我爱顾囡仔，我囡仔顾好无？但是你会当两相欠。咱今仔日囡仔还未爬起来时，咱就伫遮咧讲啊。啊，你如果若想足侪无，啊，你就倒咧困，我死蛋。啊，再送着囡仔去无？啊，你要来？啊，这个好时间、好时阵都过去啊！逐天啊，过一丝啊，一年过较济一丝啊，十年啊，你就失去这个良机啊，足好嘅机会啊！这就是咱讲世间人有贫惰无贫惰。我嘛甲靠叔啊讲，人李天的话，恁两个讲你，李天的讲袂哦，啊，你嘛爱赶紧啊，唔当够老牛拖车。互相鼓励啦，这无歹意啦。是咱直通这个灵性，你真正有这个好的机会，你失去啊，要补救都难啦。哦，你唔通众人哦，要甲你讲，甲你持起来喎，甲你扶持起来喎，甲你扶起来，啊，你家己唔叮当啊，到尾啊，什么人都无法的啊。所以讲，花要插，一定要插头前。咱伫活咧这当中，你定爱修啦。等甲你过往啊，你才要往囝来回向你，请高高公的法师再来回向你喎。想万啊啦，家己做诶上好啦，别人回向诶，迄是另外啦，是咱一点灵性。要来讲着顺家显灵，因咱有受着上天诶照顾。咱一定爱尊名尊己嘛，这世人你较艰苦嘛是爱做的，相信大家坐回来拢艰苦拢念经的啦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念经你才体会到啊。别人甲你刺激，你忍耐会过来，这个苦才会当磨甲变甜啊。啊，你这就是磨啊，无变咱磨啊。啊，别人人一直甲你恶劳无，啊，这眼你就跳袂过啊。啊！你世俗事啦，搁财产济有无？啊，理念啦，搁杂有无？啊，时间就过啊，时间无偌久呢。你唔但讲你即个四十外岁、五十岁，还搁时间真久呢。无明的发生啊，那小可战乱啊，就再战也讲多啊。你带船啊，搁好伫个伫港岛咧等了。是咱来讲着天性，是咱来转到清净。我之前
好，一礼拜啊十工前，无咧讲，咱迄个台积电南部正咧大建设有无？迄、那个工人啊，一工拢三千三、三千五有无？那咧当咧抢，即卖拢三千五啊！啊，即个人拢社会人，哦，啊是无头路的人去啊，咧度日啦，哦，咧爱遐钱啊。所以讲，台积电无一定就对咱台湾好啦。哦，即卖即个人有工课哦，阿妈台积电若无工课有无？即个初工唔知要走倒去，两千个做袂落啊！这就是咱咧讲的有无？熬读册，啊，这读册中，你若要考进士、考状元的有无？较早有安尼说，到尾也无安尼说啦。啊，这人才袂成歹去啊。所以讲，这个面的歹惯就是安尼，是咱爱平常心啦，做人爱有理智啦，迄是暂时的。你袂当依靠是永远性诶，是咱一点点起啦。这个大建设哦，是输赢诶问题啊。阿妈啊，工课要有接受啦，天下间都无安尼，工课要接受就一年两年尔。是咱一点点性，是咱来讲着通天。这是阿母娘会当想干呢？无我老高哪有可能啊？所以天下间是平均的，好无力定定落伫你即马这个所好所在啦。好日落是有尊尊的啊，有地区，诶，这个区域的啊，这些是正常啊，是咱本源本性，是咱见无清净。道咱有顺，这个天意，灵源灵性归妙，转咱正法是天呀。所以台南是较无发展嘛。啊，你鲜花有无？迄、那个都市啊，警察局、乡公所迄个有无？还算都市啊。那公所有无？政府机关呢，就算较集中的所在。所以过去迄一边是五六万啊，尔。到尾也是十几万，即马是三十几万呢。做工啊，你想要去买厝，是咱用安尼来讲啦。擦地皮有无？咱政府乌白倒的有无？所以讲，伊过条条。啊，这就是风俗习俗啊，有好有歹啊。哦，擦有着就好啊，擦无着的无。永远是租厝啊，永远是乞食嘛。你共本，你共做安块嘛。是咱落定一点神啦。所以讲，咱目睭金金就会当看。啊，这是咱活的嘛。得会到，摇摆骄傲；得袂到无，软骨骨啊嘛。永远爱做人的下骹手人。所以咱修持再离开着迄个复杂。所以咱无爱好，无爱歹，就是这意思。咱要行咱这条正规的路嘛，要倒转来咱现主是健康的忠诚嘛。这就是咱要讲的通灵。咱嘛无爱想好，嘛无爱想歹，想一世人会当倒转来咱现主是的中天。这就是咱讲的天理啊，中天就是二五啦，顶来九五。下面六字的柔，顶面的刚强咯，五分五分，咱再当倒当个至中咯，永远和合，甲母娘相共的完成啦，这就是中天咯，哦，是咱上界中个上界观真棒个，大家拢伫遮，拢边边啊一个格，无关格格，无其他个乱心啊。迄阵就无害群之马，同款拢是归群的好马，马是代表乾天呐、啊。咱咧讲的，咱的这个，譬如讲猪啦，就是代表咱的腹肚啊，是咱一点清楚的天性。
是咱来讲着顺家显神啦。无形伊个法界，只有来讲天理清净个心，有咱顺家个灵性，现咱转个是本性啦。世间对安对上条个，就是咱即卖咧讲个即个马，马刚若出阵，马母就是伫边啊，永远相随个。上中心的就是美好，这就是咱讲的通天灵性，现在咱这么顺的本性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地母是永远对天公，这个天的进行对调调的啊。今咱才有四季分明啊，这是用安尼来形容。现咱有定顺天理，较早咱人嘛安尼啊。但是今嘛一流哦，离婚率较悬，就是破裂啊。所以讲天啊，伊是这个道理，咱人是照价值，咱人若无照价值，天就无道理变啦。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要过倒转来完完全全完整的迄、那个正确性。这就是咱讲的通理，回咱原来一点理呀、啊，现一清，在咱这个脑神呐、啊，这点精气，咱一定爱脱空啊。这个身躯就是咱的壳啊，所以讲，咱这个空啊脱掉，咱这个魂甲这个性，就要高升在咱头壳顶。不管你是倒一天，倒一个空间，你都法度搁再听经。搁再修咱的念头，归咱这个清净心的家，是原来这个天意。我咧讲的是未来路啊，一世人的改革，你现主持会派性地，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性。道理你若唔知啊，用你的意识乱乱想啦，今代表无极。就代表宿命啊！吉人，咱都要甲考遍咱现主持的朋友啊，亲戚朋友。啊，那吉人会阁甲你诽谤，会阁对你伤害吗？个人的心啊，你若乌白心啊，即世人你要脱颖而出啊，你要跳开到咱现主持修错修持啊！这条明路大道，可能是困掉的，难关重重啦，艰苦又艰苦，尤其你的心若无正常啊，心若惊偏，有的是明波的呢，有的是暗盘波的呢。哦，所以讲你卖看这个人，这间厝真好样呢，只嘛股票咧甲你洗。咱现主持的港澳较早有无？大赌场咧播有无？甲咱真菩萨咧播有无？我拢讲因头家啊，去两届，那输的才输无？规个都拢去了了。是咱爱有一点灵气啦，修行啊，你才会当定你的心，莫对外口曝露惹是非嘛。你若拄到歹朋友就去啊。你若真有钱啊，拄到害钱啊，甲你借无无，伊就动心机啊，害自己就是伫咧身躯啦，是咱一点灵气啊，爱咱向诶是家己安全啊，修行就是安全啊，个人即个心莫烦恼啊，莫惹麻烦啊，性地莫靠靠人啊，干那要管人，我用管啊。这是咱人破怕啦，80%拢安尼啦，是观念，这个本意，咱要调解人性、人心嘛。咱人世事啊，万物万象万法，你一定要做得到了解嘛。你才有法度接近咱即马这个天书嘛。你要做天神，就是世间事一定要圆满嘛。啊，若无你就冤欠嘛。这个业障业力有无？
啊，着搁负责嘛那输啊，啊，你着搁爱后世无来承载坐啊，啊后世若无机会咧，坐啊，就是你的本钱搁家己烧有无？你着食力啦，啊，你即世人来去照着乌道的咧，你做无好的，哦，袂歹的，啊是讲袂毒的、袂酒的咧，迄后世人你看咧，最重的。是咱一点灵气，现路归元，则是道心；是咱通天一点神，是咱来讲着无形这么稳。咱拜神做神的工作，就是神职人员，拢是正派。安尼来反派有无？啊，佮用油啊来控制，啊，亲像讲无去读册，遐就对啦。啊，无甲爸母无白害，无管的遐有无？安就食啦啦。毋知较早讲，你若真正负担的，哦，你泼有无？红包800至1000。啊，你若顶起撇的有无？你学泼的有无？白身的就对啦。无神话的有无？你顶起撇的有无？红包有无？300、600。这是有分的呢，所以讲你慢慢捌，你就知影讲修行啊，嘛是一个圈套。但是这无好的，咱不爱做啦。咱灵这个家，就是讲你有照着过去所有发生的假神的哦，妙点的真济嘛。啊，所以讲无牛只用灵，你的灵啊，听到什么程度，你讲出来这个话的标准。就甲这个多数，啊，这就假未了啊！咱灵一定袂假，你做出来仙呐、啊，天地，甲咱这祖先拢甲你做庇护，所以讲这是三界甲你封的，你绝对袂走进去。这就是咱灵修，咱修本分，咱界的主，天规地律，咱人啊的这个俗气。这就是咱咧讲的通天本性，咱伫这个三界中啊，受着正统的来教化、来训练呐。这就是咱回到这么啊清净的天地，一世人咱要行正法性，导咱有稳一点性，拍通原来这道命，咱拢是上苍给咱的天命。天就是上天啊，就是上苍啊，伊予咱即马在世这个命，啊，伊予咱工作，咱一定爱安尼做，以上苍为准嘛。因为咱这条灵是阿母啊予咱的嘛，啊，咱这个肉体是咱父母予生咱的嘛。但是咱这个灵若是好，咱这个肉体。就规地表就无输赢嘛，无欠少，无负债啊嘛，无完全债主啊嘛。啊，咱爸母生咱有无？是共条线的啊。阮老狗若无债主，无债母，阮老爸老母、阿公阿嬷就无债母啊嘛。这就是感恩地表这个意思啦。有要食饭会祈祷一下嘛，感谢地表，互咱有好食，有咱穿，有好困。予咱好行修行这条路，这就是咱度化咱家己的心性嘛。你慢慢养，养是要去培啊，培养啊，哦，要去栽培啊。一个栽啊有无？你要有好的所在，这个、土壤要松，这个、栽啊，伊再硬再白，这个、身躯再大，料你再当生硬，开花结果。栽培就是这个意思，要培养到你会当成人才，上苍这个栋梁，这个通天条，就是咱拄仔咧讲的中和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理啦。咱永远照母牛咧行，这个中心啦，就出五行啦，这个中途，要倒转来咱的定义，哦，中途就是咱的方向嘛。所以讲，三就是咱的裤甲裙嘛，三就是咱即马讲有短的、有长的、有咱显著是加皮的，就是咱即马讲咧东方的夹克啦。
有关维吾牛爱加皮油哦，原主席批方哦，这就是咱咧讲的，咱为中原走去塞外，塞外的山西过，遐蒙古的，蒙古的是寒，我在讲，因是游牧民族，因是熬骑马，这就是讲为足寒的所在。因为咱母牛就是西南，甲西甲西，诶、西北甲西西西南嘛，哦，这个是西北有无？就是咱即马讲乾嘛，啊西南就是咱即马讲坤嘛，北部是伫遐嘛，啊毋则讲伊只鹏伊只鱼有无？是为西南飞转来咱即马东平嘛，东北嘛。这就是咱后天的挂历，因为背越过来，这只鱼仔就变鲲。鲲啊，你若有力度，鹏会飞会起来。啊，鹏就是咱今嘛讲，这只凤凰。公的就是凤，母的就是凤。这就是咱要讲这个挂历啦。为中原这个所在背过来这边，要来恢复咱今嘛咧讲啊。飞龙在天，这就是咱讲的一点灵气。鲤鱼啊，伊若过这个龙门啊，龙门啊，就变龙，是咱一点灵气。仙路这条清净，你讲的就是伊的火药，伊的活力，伊现主是的变化，伊会当转，伊会当通，咱人。你这条绳咪当亲像安尼，所以讲母牛的囝是号做良方，真伶俐，判断真正确，所有的你会当了解，天高地啊，这个深度足够，是顺着一点灵气，爱咱显露是顺天，今咱只有用高甲高来伫遮。讲你现主是听到，但世间咱咧讲话爱远啊，你了解济啊。普遍这个普话就是咱现主是到处啊，所以讲你爱了解点点滴滴，爱阁行真远。咱现主是远，阁转转来上界转啊，唔是干那远上悬嘛，你爱阁逆倒转来分位。啊，这就是跟你讲，咱为真远的所在，哦，啊落来住一阵嘛，啊，咱就爱搁转倒转来换换，倒转来原点，啊，这就是咱规矩嘛，这个地球嘛安尼啊，哦，你若为只起飞，哦，一直飞，哦，啊，拢卖震动哦，啊，慢慢恢复原点嘛，啊，这是李老师讲的，符合着咱现主持的铁学家、科学家，所有的哈勃带。欸，大眼镜，所以讲，伊讲到尾啊，白到尾啊，为美国倒转来，嘛是伫咱的后边，倒转来原点。哦，所以讲，因查某囝是咱伫台湾，因查某囝咱飞20多点钟，去到因查某囝美国，阿妈台风机若无震动，佫飞倒转来嘛，咱在台湾，只是写字面尔，是咱。这点灵气，咱人就是话，这世就是世一人，有诶大人诶，有诶细人诶。显露是天性，教化是天命，顺着原来这个天理，咱来行诶是家己哦。吼、哦，这世人是受咱现主时，咱诶志向哦，就是正道。啊，你若要行邪诶哦。就加行你，了时间去啦。做无名的善人有无？时间都白了的。做阳德嘛是白了的。今日是爱做阴德啊！哦，这个德是袂当表扬的，是咱慢慢啊累积，是你点点啊去做的啊。啊，你若做一个德行无，啊，你就提出来顶有无？啊，就拍破去啊！是咱。一点灵气啦，做神唔免顶啦。
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。咱讲地阴，惊惊孙孙，就是你爱去布施，你爱去做你的好代志、好心行，再当地阴或者阴德，献咱一点灵气，转咱孙家这个天性，给咱一丝一丝来完成。像过去我插过这，那你问我讲？后盖后厝，当时也是要怎做？我讲慢些，这个代志做好，啊，咱再过来讲后边的代志。当一年当天，咱做遐尼侪工课啊，啊，拢硬卡紧的啊，无所求的，你那得我赶紧。啊，这个也免问我代志，遐也免问我代志，包括讲电话也免问我啦。我讲，哎，都有专门的，你去问伊就好啊。啊！我电话我唔知，我就爱去走一撮，就甲佮了二十分去啊！啊！我咧看册，还是咧困有无？啊！这嘛无嘛无无真正，你爱叫我做呀？这平常时大家拢爱注意啊，咱也当拢靠一个人。所以讲，我即个是慢慢退后嘛。啊！恁即嘛当地的有无？当地咩啊？恁爱学起来啊！袂当定拢对后壁嘛。有形的代志，你就是爱做较好。你无形的，你唔才会知。啊，你有形的，咱唔去叮当，你干伫遐收尾收尾倒去，头前都挡路，你要收尾代去，一窍不通嘛。啊，怀疑心特别侪嘛。啊，做就乱糟糟嘛。是咱咧拍破你的盲点，唔当定哦，即只盲啊有无？四面盲拢甲你盲的啦。唔知较早真正君王有无？伊打开三面呢，啊你若无明呢，小可有这个心量无？伊是打开一面呢，打开一面是为平看三面拢调的呢。啊你君王啊伫遮有无？今日你这个有无？三面拢开有无？啊你都望望，你搁来调盲啊有无？啊这就无法度啊。啊咱只嘛是打开四面呢，啊你搁调伫原地唔走，啊这就昏去啊。是咱一点灵性，要来讲着回母清净，是咱行回先天理，本篇啊，咱人的真气啊，到咱清楚这点心，咱来倒转元天阳，则是咱补元这点气，生咱金母这条心，顺着通天本意，徛正咱个人心机。我有这条青天的灵性，居住凡世间做神，啊，这是鼓励的语言呐。母啊，对咱的灵，对咱的魂主啊，就是咱即马咧注意咧主宰这个，慢慢啊，咧甲你补充，要甲你掀开咱原来迄个天真呐，天真就无邪。哦，无乌白盲点，无乌白意识啊！所以你代表母娘有较这个境，啊，你这个心阁亲像凡世间的心，啊，就垃圾啦！哦，啊，垃圾心就是浊气啊，啊，浊气就会生各种的方法啊，的理念啊，无正确啊，生啊复杂要做啥？是咱有这个真心嘛？你都无得人啦，啊！你呐真正假心得人，规大拖你啦，是咱一条灵气，好啊！做人啦，这个心机要主啦，唔再讲主宰，是咱家己这个心爱主宰啦。主宰就是修家己的心嘛，卖恶白想啊，卖当当呀呀，马马虎虎啊。这就是母娘要甲咱教，做人的心态啊，爱端正，是咱一条清体真意，是咱恢复天元的灵性啊。或者咱应当个咧问，我嘛甲解说一条一条，啊无伊就简单了无，嘛讲解说嘛好啦，但是无啊充足啦，但是意思大意义咧讲啊，唔是小意义咧呢。唔是干那回向呢？回向我是外表的，啊，修炼咱即嘛，这道理啊，
你道理若毋知有无？你所有经难捌理有无？咱一生啦，你一世人要做神的工作啦。我们讲母牛拢咧选有无？你爱选会入家啊？但咱因母牛的淘汰遮尔济啊，是咱一点灵性，是咱原来这个本样。咱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生机，有这个良机，有这个大机。啊，你哪会唔好好做？这个心放较深较柔咧，莫遐硬啦。虽然发无定发啦，但是天地，咱众人的目睭拢咧看。你甲人会骂未？甲人会做伙未？甲人会当为良通未？这是你个人。所有去招去惹哦，是咱来慢慢改善啦。有这个机会，你尽量这个心啊，刚带柔啦，安尼才有永远的保障啦。你若想刚我想来我，也咪登去啦。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转到清净的心性啦。显露是正法界。落伫清净顺心来啊！咱上惊驳火，驳火就话歹性地，用用劈一个出来有无？一块镜劈一个，你个讲破有无？再要搁甲粘有无？迄拢有裂痕啊！是咱一点先天的关系，是咱转到先天的本性。今日修无形的，就是咧看天空，甲咱只嘛这个海水的水路。船行过有无？这个水都无痕啊无，但是伊冒一个航道啊，天空飞行机咧飞嘛同款啊。这就是咱要讲道线，要讲这个理想线，要来讲着金宝的线路，啊就是咱人头壳啊，这个、心经的线路。你爱明理嘛，你爱当通合嘛，你爱当设定嘛，咱卖收紧嘛，卖直底嘛，卖主导嘛。是咱这点先天的灵气，是咱顺甲通灵，这个脑神无形的天界，只有咱来讲顺甲这个心，咱爱是这个天灵挂嘛，咱这条灵落入来，我天灵挂甲你看的嘛，啊，你也甲你开啊，哦，人叫母娘啊，你生我这条灵，我这个灵母你甲我开啊，你甲你要倒转来甲你开啊。唔在讲咱的修持，咱的炼丹，咱这个所有的心，你的知识，要进入你的智慧，这个光的力，这个处理的力，人家讲磁场嘛，气场嘛，啊，你才有这个大力好倒转去啦，你才有这个本钱好自然，甲咱无留遮，天元是天性，转咱而成。这是本领，怨天有路，上天来，做主恢复正神采，无形度咱一点气，慢慢养咱先天神啊！这是阿母啊，一直咧强调，一句一句，一工一工，要甲你讲修持啊，你爱有一个好地步、好地位，就是地基啊。所以讲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咱主的主也才来。咱有去三清道祖遐拄着拿棍的，伊讲啊，你九点一支舞哦，就去到二楼尔。啊，即马主的第三楼是杨阿头，第四楼是主的阁接倒转来。主的讲啊，这个杨阿头哦，这四年有荒废无？我即马要为四楼去，都唔知要哪去。当然是爱阁为三楼这卡掉有无？阁经过照卡过啊。主要就在这样讲，万事起头难。早早哪安尼配合有无？哪有其他去？上主要伊就是亲像我安尼，伊无责任嘛。哦，啊，这村长话，伊起码若准讲做成啊，伊就不爱插我，甲我这同款。但是我甲扶持五年我，你家己爱有家己的主定心啊，爱有你个静心的这个出路啊，啊，这才是好政治的表现啊。哦，所以讲。大家嘛希望这粒头有无，会当好好啊来看，
哦，这条路好好啊来行，哦，顺着咱的轨道，哦，行出着咱即嘛，这个经纬度，哦，安尼你才会当完成嘛。这世人咱讲的使命之主，咱这个灵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神要叫你这世人修持要好啊，好好啊来领航，后壁这世世代代。从昨下我传了恁，恁就知影讲啊，即厝哦，咱去麒麟潭，所有迄个白色色的，伊所有母娘甲讲的遐事故，啊，我甲解说，但也是无完全啦，哦，但是我会当用心，以速度足紧的，啊，将我甲解说写伫遐，哦，当然迄个解说是几三篇啦，迄是大概意思啦，但每一个人解说无同啊。哦，这是我会当接受到，咱只番母娘甲我教，我平常时所有顿起来，爱当一时，我就甲伊解说，啊分大家听。所以讲，你若有甲我联络，你的消息会得足侪，因为我逐天爱回足侪，这个人咧问的问题嘛。哦，啊所以讲，尾下我互这个五档的这段，伊就机也无去啊嘛。啊，正常哦，杨叔坐迄个嘛，我嘛叫伊讲整理你的有无？那是好资料，那是宝嘛。咱来凡世间，你去宝山，甲无得到这个宝，倒去，啊，就变空费死就对了，白来行啦。是咱一点点去，要讲的话就是这么重啦。修炼的人就爱这么重啦，哦，咱对母娘就爱这么孝啦。所以讲，你走我都两相全来做啊，中后行就来做啊，先咱一点点去。转眼瞬间，这是天生。人生拢是一出戏，演搁再演，重演，重演，一工一工，一出一出，咱爱演好圆满，哦，爱演好合格，演好成，这才是咱一世人咱的进修，符合着咱的人生合一通。